睇嚟大華哥咧，真係出席咩場合都 handle 到，果然係高手，高手，高高手。我睇下條片。 女神来讲眼湿湿，信惠你冇事啊嘛？琴日晏昼，香港嘅赤鱲角机场虽然落住滂沱大雨，但系我哋仲系见到人头涌涌，水泄不通。究竟佢哋喺度等紧边个呢？哦，原来系等紧呢个戴住口罩嘅韩国靓女啊！喂喂喂，大家小心啲，而家韩国嘅中东呼吸综合症咁严重，你哋唔惊俾人传染啊？ 唉，各位放心啦，其实呢位靓女系我哋继承者们入边嘅靓靓女神朴信惠嚟啊。嗱，虽然朴女神为安全起见，全程都戴住口罩，但系咁样都丝毫阻挡唔到 fans 们嘅热。 情澎湃，咁究竟信惠今次嚟香港系做咩嘅呢？之前咪要举行佢嘅个人 fans 握手会啦。话说当日一身宝蓝色透视长裙嘅信惠姐姐喺电梯翩翩而至嘅时候，台下嘅 fans 应忍唔住疯狂大叫咧。咁又系啊，难得信惠姐姐千里迢迢嚟到呢度同大家见面，各位 fans 梗要使出浑身解数嚟搏偶像一笑啦。嗱，呢班靓女 Cindy、Lucy、Lily 同埋 Judy 就即时为偶像献上港式美食。啊，信惠姐姐，呢个系我哋呢度好出名嘅咖喱鱼蛋同埋叉烧包，你试下。哇，见到班 fans 咁热情，信惠都即时反客为主，喂翻 fans 食虾饺啦。诶，好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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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过除咗美食之外，我哋嘅香港 fans 模仿能力都好强大，大家望下呢一个热情啦啦队同 酷 爆小黑超，系咪扮偶像扮到出神入化呢？哇！唔怪之得，信惠都要走埋去同佢哋嚟翻个女神背靠背，电到你晕陀陀啦！哇！睇嚟呢一场活动真系乐也融融，宾主尽欢。不过最开心嘅咧，都仲系台下嘅所有 fans 都有机会同女神嚟翻个近距离接触啊！咪住先，同女神握手之前，一定要用消毒纸巾抹下手噶。 自己待住啦。嗱，虽然今日场活动咧就喺一阵嘅欢声笑语当中完美落幕，但系我虽然硬觉得今晚信惠姐姐好似心事重重，情绪低落咁，所以喺后台采访嘅时候，我都好大胆咁问咗佢发生咩事。啊，点不知信惠姐姐就一时感触，梨花带雨咁话啦。唔好意思啊，各位，其实今次我爷爷啱啱因病过咗身，我真系好伤心，我阵间就即时飞翻去送佢最后一程噶啦，思密达。 哇！爷爷过身，信惠仲坚持做完活动先走，呢啲咪叫做艺人嘅诚信同责任心咯。最后我 Jimmy 都喺度讲翻句，信惠姐姐，你节哀顺变，唔好太伤心啦。